为促进香港同日本嘅艺术文化交流，御画国货首度举办日本之美黑木国超玻璃艺术香港展。展览将会展出表现日本历史文化嘅历史浪漫系列、新世纪浪漫系列，以及倡导环保嘅零厕纸系列，同黑木国超先生代表作豪华新烂嘅林派系列作品。黒木邦明です。琥珀の色に象眼と蒔絵の作品として、今日本国内でも一番のナンバーワン作品であります。我哋希望可以借住呢个展咧，促进我哋香港同埋日本嘅文化交流啦。咁啊，亦都我哋好希望可以传承到呢个玻璃艺术嘅工艺咯。活动期由即日起至11月11日，大家千祈唔好错过。